接下来也是远道而来的台北市的天籁银社，我们邀请他们的今天来了五个人哦。那第一个要为我们表演的是陈文士老师，他要为我们表演个人吟诵唐朝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。来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。各位前辈，我来台北市天籁吟社陈文士，今日要吟诵的是王勃的这个《滕王阁序》。吾将歌赋宏图心腹，先锋一进地接行路，今三更地带我虎，空满京地言幽怨，文华天宝两公石油多之窟，迎接地灵自如下殿还是他，雄赳武烈俊才心底，大红井以下之高，并住进东南之秘，多多阳公之雅梦，客气遥领，我闻新酒之一欢，将为将主，涉损留下心有如魂，千里红颜歌遍万州，听我哥哥林刚柱，为了凌乱把歌舞，画栋雕灰蓝破魂，珠帘墨冠西山舞，寒魂叹烟人悠悠，莫问相依几多秋，国中弟子今何在，难为中间空自留。